好，我同你睇下 C-Physics 10年嘅第38條啦。A ray of light enters a transparent rectangular block and travel along the path as shown in figure， 包括翻嘅 angle theta。OK， 嗱，一个好简短嘅问题。好啦，咁我哋点揾咧？哇，咁样就问完噶啦条问题，好似咩都冇咁样嘅。啊，有噶啦，有噶啦，已经好足够噶啦。啊，有啲乜嘢？有咗嘅就系我哋已经有两个 situation 啦。其实呢度系咪先？两个系同一嚿嘢嚟嘅，一条 light ray 系一条 light ray 同一嚿嘢，但系佢发生咗两次嘅 refraction 噶啦，系嘛？呢度一次，呢度一次噶啦，所以我哋只要写翻呢两次 refraction 吓，佢个情况出嚟，其实我哋就已经有足够资料去计噶啦。吓，点样写啊 ？refraction 折射，我哋都系用翻 Snell's law n 一 sin theta 一等于 n 二 sin theta 二。OK。好啦，咁所以啦，我哋写翻低啦呢一个咧 ，n 一 sin theta 一啊，我当外边咧就叫做系一毫 medium 咯吓，里边有一个 glass block 吓，佢冇系讲系 glass 嘅，其实呢个 rectangular block 二号咁样啦，冇所谓。好啦，咁所以一号我当佢系咩都得，简单啲我当佢 air， 我可以将个 n 一变咗做一。但係佢話：如果佢唔係 air 咁點啊？佢冇講話佢 air， 冇講佢 air， 我當佢唔係咯。OK， 冇問題。N 一照 keep 喺度。啊 ，sin theta 一，我寫喺呢個先。呢個情況即係點啊？即係話我喺一毫 medium 嗰邊嗰只角係90度嚟嘅。OK， 跟住喺第二個 medium 嗰邊咧，第二個 medium 嗰邊係咪40度啊？啊，系咪40度？就唔系啦。记住，我哋一定系考虑翻黐住 normal 嗰只角。OK， 所以系50度。OK， 好，呢个系呢一个。跟住我哋写埋呢句啦。呢句系点嘅？呢句啊，n 一 sin theta 喺一嗰边嗰只系边只？喺呢度。啊，唔系呢只 theta 啊。是90度减 theta， 喂呢度90度减 theta， 跟住 n 二啊呢只角几多度？呢只吓，呢只唔知喎吓，知噶啦 ，rectangular glass ball 嚟噶嘛，呢个90度嚟啊，呢度咪 obtaining angle 咯，系咪啊？咁咪40度咯 ，OK， 所以啦。我哋就列咗兩條式，列咗兩條式，我係最常做嘅乜嘢？嚇，互除咯，除一除佢嗱。咁今次我想 keep 個最後我個 theta， 我呢個未知數，我想擺翻喺個分母度。咁所以啦，上分子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用第二句除第一句。咁所以咩咧？應該係 sin 90度減 theta。OK， 嗱，快手嘅同學。快手的同學，其實 sin 90度減 theta 即係咩？中三學咗嘅應該 cos theta， 我轉埋佢啦，除翻 sin 90度 ，OK， 第二除第一嘛，第二句除第一句，第一句嗰個係 sin 90度 ，OK， 咁 n 一咧 ，n 一兩邊約咗嘅兩句 ，OK， 而 sin 90度係乜嘢？嚇 ，OK， 又係中三應該學咗嘅 sin 90度。是一嚟嘅，所以根本是除一，冇乜特別啦。跟住呢個係咩 ？sin 40除 sin 50 ，OK。n 二一樣走咗嘅 ，OK。所以我哋最後要做嘅就係 sin 40度除 sin 50度呢個數字，再 add cosine， 所以就揾到 theta 就係32.95。32.95啫，差唔多33度，33。答案係 A 啦。